这个再来就是拉弦乐器，哦，这我们普遍都称为古琴，哦，啊，那最常见就是二胡，哦，二胡在前面老师老师校长的二胡，二胡呢，它会称为二胡，就是两根弦，哦，它两根弦乐器，哦，二胡。然后之前在前个学校也跟其他小朋友讲说，其实有二胡，它是两根弦的，但是它有没有三根弦的哪里？什么四根弦也有，那叫三胡叫四胡，真的有，没有骗你。好，最常见就是琴，然后比二胡大一点叫中胡，哦，然后比二胡小一点的音比较高，还，哦，有没有低胡？其实也有，哦，就是把中胡的那个琴再多大一点，变。拉弦乐器，我们乐团面主要就是这个古琴二胡，啊，然后弹拨乐器在我们中国乐在中国乐器里面呢，真的很多样化的，啊，我们这两小片的这称为柳叶琴，啊，这是高音乐器称为柳叶琴，然后称为柳叶琴呢，当然就是像大陆人他们想象力很丰富哈，通过这个柳叶琴的这个形状很像柳叶，很像柳叶，哦，比如说像柳叶琴，它现在都通称为柳琴，哦，它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金刚腿，因为它声音很高，哦，那个爆炸力还蛮强，然后它那个琴板倒过来哦，真的很像那个金华火腿，哦，它叫金刚腿，哦，然后再来就是它，现在还有我们今天没有来的。乐器好像叫琵琶，哦，琵琶有看过琵琶的图片的举手，或是琵琶这个乐器的举手，它长跟柳叶琴很像，但是就是放大，就把放大，哦，放大了三倍吧，两倍，大两倍了，哦，然后什么方向？我注意哦，我再讲一讲，说就是啊，来，再就是软。软的乐器哈，它的后鼻腔是圆的，跟柳叶琴不太一样。哈，哦，哎，软，哎，两位老师，哎，张教练好。中，这是中的，这是大的，称为中软跟大软。它有没有小软？有，但是我们一般来说，好，一般我们小软，现在小软它是高音乐器，它现在是被那个柳叶琴取代。好，哦，它其实在大软还有。再加上它有低软，啊，然后还在弹拨乐器里面有个很特别的，哦，它不是弹也不是拨的乐器，但是它是一般会把它归在弹拨乐器里面，就是扬弦，哦，这个扬弦，你好，谁弹琴？它这个扬琴哦，它跟那个钢琴呢，它是有亲戚关系的，哦。后面没有钢琴，对不对？钢琴怎么发出声音？我们弹那个键盘的，它就是它键盘后面呢，它还有个传动的机械，然后它你弹下去以后呢，它有几个机械会敲的琴弦。好，哦，那你看，大家钢琴的这个超级经典的原理跟钢琴是一样的。好，哦，对，好，哦，它声音的共鸣可以延展的很长。然后它这个乐器呢，哈，它的弦很多，它这个乐器哈，你可能会远看不清楚。它总上面哈，如果把那个弦都把它弹满的话呢，总共会有144条弦。哦，那当然会多一点少一点的不一定，因为现在杨刚的名字在改的。好，哦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打击乐器，哦，或者它后面一弹，哦，因为它是音量比较大。好，所以我们一般都把它赶到后面去，因为它如果在前面哦，我们乐队在后面，他在前面，他们一打，我们乐队不用演，啊，声音被他们吃掉了。他在打击乐器里面，大概最常见就是锣鼓吧，哦，那锣呢？来锣呢？我直接讲答案，真的直接讲，锣呢？它就是一念金属，然后用棒子敲，它就是锣。什么老师？哎，那个是锣。哦，一念金属，或打成模样子，我不知道。哦，然后呢，一个金属，然后用棒子打的，就是锣。来，我们就是锣。哎，这是大锣。
哦，就是我们讲的一般大的，然后到那个更大的那个我们做第一组，哦，然后大的有分大小的啊，情况很多。那还有一种就是两片金属互相碰撞的，那就称为靶或脑，有时候有时候称为脑，哦，脑靶，哦，就是一个金属在一个摇摇顺它的摇，哦，就称为脑，来靶。哇，厉害，那就应该是。副指挡的大拔小拔，来大拔跳一下，然后小拔，大声小声就差很多。他有大拔有小拔，有没有中拔？有啦，你就做一个不大不小的，就是中拔。哦，那那个比较特别的拔哈，还有一种有一点像弩，哎，有点像弩的那种发原理的，你就也是一面金属，然后用棒子敲的。但是它是属于拔类的乐器，被称为吊拔。吊拔哈，能如果哎，有看过爵士鼓的那种，咚，是吧？那打爵士鼓最后会呛一声，那就是吊拔。好，我讲讲，吊拔哈，在那个我们现在国乐器，在我们国乐团里面运用很多。好，啊，其实我们在国乐团里面也常常会借用到一些西洋乐器的，比如说打击的像木琴。哦，然后钢片琴那种都会拿来，三角铁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清楚吗？好，那我们不耽误那么多时间，好，哦，我们接下来我们演奏第一首曲目，称为五步。好，哦，那五步呢是比较传统的国乐曲，但是你一听就精神就来了，好，哦，就看这个五步。接下来两首曲子是台湾的舞蹈位，
一首是温暖怕灰鸡来门汤，一首是青春酒歌。啊，这温暖怕灰鸡来门汤，它是一首创作曲，是在那个应该是50年代的吧，大概比我年纪还要大好几十岁的那种曲。然后农村酒歌呢，就更古早味，就是这种歌仔戏拿来就用作他们唱腔的曲调。好，我们先介绍这首那个温暖怕灰鸡来门汤。其实他也有作曲者，但是呢，他原来的曲调呢，倒是已经找不到是谁作曲。然后这个一般我们会把它归类在那个民谣类的。
民谣，我们讲的民，我们一般讲的民谣啊，有没有听过民谣这两个字？民谣，我们说什么是民谣？你说什么是民谣？这样就想不起来，对不对？哦，比如像以前会像在那个一，对，我们常讲的一个例子，有时候会讲到民谣，就是那种通俗歌曲，哇，比如说青哦哦。有没有听过听哦哦？听哦哦，没有哦。我现在回家去了。应该有听到哈。啊，怎么这样？以前都常常把类似这样子的那种歌曲啊归类的民谣。但是在这边的听哦哦不是民谣，听哦哦它是有作曲的，而且是很清楚的作曲的。啊，那你看九月曲如果是没有作曲的，但是又。是有很通俗的歌曲，在某个地方有很通俗的歌曲，那它就是被归类为民谣类。好，那等一下介绍的这种农村酒歌呢，它本身就是它那个有作词者，但是这个作词者用的旋律呢，这个旋律就找不到谁是作曲者。好，然后他在歌来记里面就叫流散调，那这流散调好像这个名字，它其实这个名字是因为那时候流行的曲子里面的前两个字。叫流散两个字，啊，就这个曲叫这种流散调，啊，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名字，啊，甚至呢作曲的人也找不到，啊，可是就会被归类为什么民谣，它有的在戏曲里面归类，好，啊，这个农村酒歌呢也是很热闹的酒歌嘛，喝完酒再唱的歌，你可以这样解释，那这个曲子大家知道，喝完酒以后大家很开心的在那边玩的这样子，啊。只会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业，你不小心一听到就往后砸，站在舞台上不小心还会落空。
的歌有听过吗？觉得会泄露年龄，年龄的，你是会泄露年龄，因为现在小朋友大概也不听歌仔戏了，不看歌仔戏。最近有杨丽花的那个，我给阿妈看看的。好，那刚刚介绍两首是古早味的，接下来两首呢也是古早味的，不太古早的古早味的曲子，一首是一剪梅，一首是月季，这两首大概是差不多同的时期。我想它虽然是古早味，但是现在好像介绍还是很耐听，尤其是你们看那个那台式的广告。有一个广告在播，在一些早期的一些歌手的一些 CD 有没有？就是一点，各位可以留意一下。我们今天先听这首一点。不要练，Thank you.
民歌时代的乐器，可能很多人也有听过啊。敲的是普通的打击乐器的哈，敲嘛，哦，弹弹拨乐器，好了，算你对，你要不要讲清楚一点？
好，来问一个，我们刚刚听他跟曹岩讲的，我们弹拨乐器里面，弹拨乐器在哪边？在这边。好、哦，今天弹拨乐器有哪？我们刚刚讲到弹拨乐器，有哪个乐器是今天没有出现的？弹拨，不这块哦，没有出现，没有出现在这里面的。好、哦，来，那弹拨先拿起来一下，让他们。这个，好、哦，这个。还有没有出现的弹拨乐器？来，头放下，放下来。一二三，哦，这么快。琵琶。琵琶，哦，厉害厉害。都被我们已经走了。哦，都让他们走了，别叫我们上边的，会觉得多。刚刚那个乐器，我们的教师先生不在，不然他最有感受，因为他拿手都弹。真的、哦？他是农村人嘛，他常常会去他家，然后都弹给他，他爸爸说，哎，他们家的人家都弹那个高主任就是听乐器，乐器长大。所以知道，乐器嘛，他弹拨乐器，好、哦，他长得跟那个这边的管长得很像。不过台湾的乐器比较特殊，台湾乐器哈，它拨比较长，好、啊，它的那个格子比较没那么粗，好、哦，那弹出来音色上不太一样。好、哦，来，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曲子哈，作为风波锣鼓，以二胡为主要的演奏的乐器。好，
来来来来来来，为什么叫为什么叫二零七？要分给同学吃啊，要不然在家买的，我等一下跟我领就好了。好了，下次老师也自己准备个一包来。那加买一包。好啊，加买一包。那不是我们叫同学。哎，我看看啊，加买。加买。加买一包，哎，要不然。打鼻的啊，对，打鼻的，我们刚刚讲，好，我们刚刚讲到，那个用一片金，然后用棒子，用棒子来打的，我们称为什么类的乐器？称为什么乐器？我这台是烟，来，一二三，我知道是手杖，然后拿着一个金属做东西，然后用棒子敲的，锣，确定是锣，锣吗？不是板。啥？聊聊天啊！啊，新潮聊天啊！他答对了。啊，来来，加码啊！都坐到我们上。那我们今天还有加一笔，下载一笔，加了一码。一码归一码。来，再问一个，刚延续刚刚的。用两片金属去拆发出声音的，来，四年级，回答，来，拔，对，好，拔，好，其实它也可以叫称为脑，你们如果说有听到脑这个字哈，脑拔这两个字，乐器不一样。也有点起的题目，好吧？有点起的题目。那个钢琴，要练比较出哪一点？啊，乐器。哦，跟钢琴有亲戚关系的乐器，我们称为什么琴？扬琴。你知道是哪一个？你知道是哪一个扬吗？西洋的扬。扬妹妹的扬。好，来，这个我们稍微讲哈，就是扬琴这乐器原本是西洋的洋，就是洋妹妹的洋加上三点水，西洋的洋。他后来我们就用那个国旗飞扬的扬，就是旗手，就是太阳的阳，把耳朵换成旗手旁的扬。好，老师，这个题目吗？这个题目你们的题目啊？你们知道我们指挥老师姓什么？我知道，校长加码。好，刚好上一辆总介绍，再自我介绍一下。然后问一样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在乐团里面有唯一一个不发出声音的人？你会发出声音的人？在乐团里面，你看到这么多人，唯一是唯一不发出声音的人，在你做什么？谁？好，哈哈哈哈哈！乐器就发出声音的啊！来，你说说看，在乐团里面，在演奏过程当中，有哪一唯一就一个人而已，有一个人都没有发出声音？哎，对啊，指挥啊，因为哈，指挥什么都不会，只好在这里。开玩笑，唯一不发出声音就是指挥，他唱出这种的话，我也不能发出声音。好，这样子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现场。哎，刚刚都讲的都跟敏华老师领，我礼物会送到老敏华老师那边。刚刚有加码的啊。哦好，麻烦我们一下拿给你哦。好，那各位小朋友，那我们就准备回教室上课。等一下呢，休息三分钟以后，听广播回教室。来，我们请来，Thank you.